这就是文旅咨询小组，文旅咨询小组呢，就说是尽可能的，我把我们以前没有的，要有，以前有的应该是传承下来，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呢，我们还是比较准的，比较准的，看准的，所以我们就在1954年成立的刺绣合作社是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怎么做双面绣。第一。已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现在刺绣的新水平。也可以说是针法，也可以说是一种技法。这种技法呢，就是说以前没有，我们现在有了。我们现在做得更好了，就是这样的。发展到现在嘛，双面绣各种各样的，三衣绣啊都可以。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双面绣其中的奥妙。陈英华是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1973年出生于苏州刺绣之乡，自幼喜爱家乡刺绣艺术，并得到刺绣前辈的精心指导，深得刺绣艺术的精髓。我们决定去拜访他。当我们来到他的工作室的时候，看到很多绣娘正在认真的刺绣，那认真的表情让人看了不由得多了一份敬佩之心。陈英华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说，各大绣种的双面绣都有着自己绣种本身的地方特色，题材上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摄影图片等都可作为刺绣内容，但是双面绣的画稿需要精心设计，构思巧妙之后才能显现出艺术价值。要说到双面绣用到的刺绣针法呢，它与单面绣大体相同，但在具体的运用处理上却又有很大的区别。通过了解，我们知道陈英华老师正在接手一项重要的工作，复制故宫里面乾隆御花园宁寿宫福旺阁里的隔扇袈裟刺绣。原有作品要进行文物保护，所以要进行复制。这幅袈裟刺绣属于一幅普通的双面绣作品，正反两面都是相同的传统花纹图案，看起来端庄典雅。这么高难度的双面绣刺绣技术到底是如何完成的呢？陈英华老师介绍说，所用的布料跟单面绣所用的布料是不太一样的。通常
双面绣的底料要薄一些，最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也就是说比较透明。但单面绣就不一样了，它所使用的布料较双面绣而言相对薄厚要求很低，通常正反面不透明。双面绣在配色上与单面绣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些都可根据具体的绣制对象来决定。在学习绣制双面绣之前，必须要学会单面绣的绣制方法。双面绣的刺绣过程比单面绣要复杂，费工得多。单面绣只要保证正面的观赏效果漂亮就可以了，反面有一些杂乱的线条线头也无伤大雅。但是双面绣正反面都要进行观赏，主要特点是等长线条，层次排列，针针相嵌，绣面细腻平服，才可使两面相同。这就是绣制双面绣的技巧所在。我把它用简单的就是传统的套针，把它就是把那个线结还有那个就是一层一层反复的就是很整齐的排列过去，然后把它绣出来。线头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线头必须藏起。我们就是一般的平时做的双面绣呢，就是两面不能有线头出现，然后它不能跳针，不能打结，也不能就是有那种丝线的就是毛毛的露出来。双面异色小猫呢，就是它是
白色的部分是形状一样，然后是针法一样，然后是色彩也是一样的。然后异色的呢，它是形状也是一样的，针法也是一样的。然后它那个色彩呢，就是一面是灰色的，一面是黄色的。我们就是用双面异色的针法，把它用那个钩针啊，或者两个人把它递过来递过去，那样就是把它用那个长小点的针法把它就是体现出来的。正反面都会有白色的部分，这就是同色部分，其他不同的就是异色部分。对于每个面上的小猫的白色部分，要可以按照双面绣的绣制方法来绣制，这里不再多说了。白色部分绣制完成后，开始绣制猫身上异色的部分。陈英花老师首先是将异色部分的边缘毛发勾出，他说这就是异色双面绣绣制的一种技巧，叫做钩针，原理相当于缝纫机的主线与底线的道理，通常是需要两种颜色的绣线，当绣制黄色部分时，主线为黄色在正面，底线为灰线在背面，当绣制灰色部分时，主线为灰线，在正面。绣花猫背部时需要的丝线是非常细的，针脚也非常的密，再使用钩针的技巧就不太方便了。我们这个双面绣的异色小猫呢，它主要要体现它那种毛茸茸的感觉，所以我们呢一般就是用到1/16跟1/8，它异色的地方就特别细。此时就可采用另一种技巧，藏针法来进行绣制异色部分。藏针法要两个人一起进行，陈英华邀请了他的搭档来共同完成。我们需要两个人同时完成的话，就是两边的颜色不会交叉的很明显的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两个人同时就把那个丝线藏起来的，也叫藏针法、藏线法，应该把那个就是不同的颜色的用小点的方式把它就是藏在那个面料里面。藏针法其实就是把我们平时所说的针脚藏到线里面，让大家从外面看不出来。我呢绣黄色的话呢，就是我们对面有个女孩，她是绣黑色线的，然后我把那个黄色线递过去，她要用很小的点把我那个黄色藏起来。绣好的一排黄线，仔细看看，正面是一排整齐的针脚，而在背面只能看到一些极细小的小点。绣灰线时，这些在背面裸露的黄色小点都被灰线掩盖掉了。他把那个灰色的丝线递给我，我要把那个灰色的小点，就是把它用很小的就是针法把它藏起来。到了那个
脸部呢，我们就越来越精致。那种小的地方，下手的时候就很仔细的把它在轮廓的地方要特别注意。你要是绣过一点点，那个猫的形状就走形了嘛，就不像了嘛。花猫眼睛的绣制是整个作品的重中之重。应把握住眼神的变化，将花猫的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小猫你绣好了，它那个眼睛没绣好的就没神的，没神的话那个小动物就失去灵气的。它绣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用烙针顺着它的眼睛的那种纹理的走向绣好，最后呢我们会把它绣两个，一个黑色一个白色的，就是高光点。然后那你站在它的边上，那个小猫就看上去就是得对着你看一样的。一定要做到有虚有实，做到虚实结合，将花猫眼神的变化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当双面一针一接的时间就更长了。双面三翼绣是在双面异色的基础上发明而成的，同时又是对双面一针异色绣的又一次跳跃性的发展。双面三翼绣是工艺水平最高的，绣制方法也是最难的，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才能够实现。陈英华老师说，在他的工作室里还有一幅正在创作的双面三翼绣侍女戏鹦鹉。然后它主要的意思就体现在那个就是鹦鹉上，它一边是浅绿一边是就是绿色的，两个颜色不同的异形呢，就是体现在一个侍女的，就是一个是背面一个是正面。侍女的正面呢，它就是有它的脸部表情，衣服的就是前面的花纹啊都是很漂亮的。然后那个侍女的背面呢，就是她一个是手拿一把直扇，背部的头发，然后是一个背影的就是局部，她的线条很柔美，所以跟前面是不同的效果的，看上去很有特色。一针法呢，就是她衣服上一面正面是用一种针法，背面也是一种针法。双面三翼绣的绣制方法首先需要遵从双面一针一色绣的绣制原则和技巧。如果只针对这个作品异形部分之一，就是衣襟的绣制，正面衣襟整体为金色，而其反面对应的部分颜色就是粉色的。异色绣的那幅侍女呢，就是正面的衣服呢，就是纹饰很繁复，衣领的衣襟上面的图案呢很复杂，它是那种四序连环纹样的那种暗花的那种小图案，所以它有一个一个小方块啊，然后还有里面有那个就是衬的衣服啊，还有各种飘带的。然后那个反面呢，就是颜色很柔和的粉色的一件外衣，就跟前面的那个色彩反差很大。双面三翼绣绣制的时候是需要先做好一面的图案，再做另一面图案的。三翼绣的前面的就是有针法，然后好多色彩的颜色都要用一面针把它绣出来。首先将侍女正面的衣襟部分绣好，可以用藏针法来绣制，这样在反面就会有一些很小的针点，这个与前面所讲的方法基本一致。然后反面呢，我们三翼绣绣的时候呢，就是要把那个粉色的丝线在后面绣的时候，又正面就要看不到那粉色的线，我们就是用那种藏针的方法，用两个人同时，就是一个在正面一个在反面，两个人一个递过来一个递过去，然后把那个粉色的丝线就藏在那个就是衣襟啊或者前面的那个丝线的后面，这样就实现了正反两面色彩互不影响，针迹点滴不露，两面异色分明，同时
再运用丝路的变化来表现服饰层次的变化，使这幅作品的情与景、趣与形融为一体。这幅双面三翼绣需要一两年的时光才能够绣制完。纵观以上每种双面绣作品，充分体现出它们每个个体的独特点。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如果说刺绣是一顶璀璨的皇冠，那么双面绣就是皇冠上那颗耀眼的明珠。一针一绣意，一线一梦境，将千万个箭头线结藏得无影无踪，使双面绣成为刺绣中独树一帜的展现形式。它不仅是刺绣的精华所在，而且也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现代刺绣的技艺水平。